王妃，大王回来了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我回来的是稍微晚了点儿。这位女侠，莫不是想劫道？谁要劫你的道？要劫，也得劫个有钱的。你跟我说，木屋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木屋啊？还装傻？你都知道了。你天天为钱发愁，都快成穷光蛋了，可对我只字不提，你当我是外人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说好的以诚相待呢？还拉钩约定，都是糊弄我的。早知道就把你手指头咬掉。今晚你就别进来了。你站那干什么？走啊！知道我家中丰厚，都不跟我张口。知道你家中丰厚，可我怎么能动你的嫁妆吧？为什么不能动啊？你要是铺张浪费，我当然不允。可是你一心为家国，为将士，还有那些遗孤，我愿意与你一起承担。仔细算算，就你那点家底，够坚持多久的？然后呢？我刚才仔细过了一下账目，我打算把我们所有的银两都拿去换商铺，这样用我们的收入来救济他们，如此才能长久。知不知道？你可真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女子。你走开。